一个演员，一个好演员一定是得修自己，修自己的内心。我就是撕过了嗓子，我也会站在那儿。下一位，男高音阿云嘎，哎呀，一定要想自己要想。我只是专业上非常严谨，非常的各色吧，但是我依然会坚持自己想。不负众望，不辱使命。Thank you.